一说没一周就开始吃米了，哎呀，天天没事，天天没事，天天连着这儿，放了，整点啥呢？没有干啥了，你不让看？我不吃饭了，吃啥饭了？哦。老样还老行。老样还行，你看你不是别人家的吗？咋的？哎，别喂他了，他要是那盆儿边儿，他在半边儿要。给我整点啥呢？这是，整整给咱看。你又吃那啥？这不是你的饭量啊？哎，这不是你的饭量啊？那不是。我还做好的价位啊。这条吃完了，老急了。哎，没关系的。然后吃一口，我又急了。你吃吧。嗯。你炸啥蛋肯定甜了。我喝那白茶，我喝不起，人家炸个啥蛋嘛？嗯，喝着白米。白茶里你还炸啥蛋？嗯。耽误社会了吧？嗯，耽误社会了吧？哎呀，不要社会。嗯，不要社会。不要社会。嗯。我小品的。啥小品？嗯。你啥小品？啥小品？小品哪个小品？哎哎。嗯，一会儿吃饭我给你表演我小品。炸凉面，炸凉面，嗯，还没，嗯，那萝卜搁点，肉搁点，焖着搁点，没牛蛙光肉，哈哈，是那样，我可没吃，嗯。什么关天了？我带着你去城里看电影去。就是啊，你是喜欢看那种三 D 的，还是五 D 的，还是坐那看的？三D 哪 D 的还？啊，反正在家扔。啊，管那啥 D 的，在家扔，照电影吧，反正。管那啥 D 的啊？大 D 的。大 D 的。什么？哎。跟人家分店说再见吧。啊，再见了。你过来，我给你点东西。啊，人家没有调料，俺搁市区也没做饭，俺都不做饭，然后这调料都没使，就拧开了一箱啊！你家分成五六包，我回来我给你做，回来了我给你做点好吃的。装装装！哈哈哈哈哈！真是，那个搁那吃了。俺那市区没人做饭。是啊，嗯，俺都给我点来了啊，就俺俩。好好好，回来了我给你做点好吃的，你想吃东坡肉，我给你弄点。装装装装装。可能他都吃了一招吧。分条装了一吃。啊，装装走了，这我都脱了啊。啊，老板，我跟你说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看有高的，有低的，不是啊？那这是衣裳，然后我跟你说，不是我跟你说，等到俺小巷子过来，一家搁那张买卖。啊，恁那啥？啊啊啊！等，好，别搁这儿。好，啊，拜拜了啊！张，拜拜吧。